创世纪第四十八章一节，这个事以后，有人甲约瑟讲：“你的老爸破病了。”伊就带两个囡仔马拿西甲伊法莲三个去。有人通知雅各讲：“请看，你的囝约瑟来要找你。”伊说的就勉强伫文层坐起来。雅各对约瑟讲。全能的神，捌伫迦南地的路斯对我显现，祝福予我，记者对我讲，我要予你生团姐姐，成做姐姐百姓，搁要将这个地赐予你的后代永远作业。五十，我未到埃及见你的诞生，你伫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甲马拿西这两个囝是我的，都亲像流便。甲西门是我的一样。六十，你伫因以后所生的，就是你的。因通归伫因兄弟的名下，得到产业。轮到我，我对巴旦来的时，立刻死伫我的目睭前。伫迦南地的路里，离伊法他要有一段路程，我就将伊埋葬伫伊法他的路里。伊法他就是伯利恒。八十。以色列看起约瑟的两个囝，就讲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约瑟对伊的老爸讲：“这是神伫遮赐予我的囝。”以色列讲：“请你带因到我面前，我要甲因祝福。”十节，以色列年纪老迈，目睭花，未会看起。约瑟带因到伊的面前，伊就甲因斟男因。以色列对约瑟讲：“我想未到会见到你的面，想未到神搁予我看到你的囝。”十二节，约瑟将两个囝对以色列两个脚头乌中间带出来，家己就面趴伫地下拜。十三节，后来约瑟搁牵因两个囝以法莲伫伊的正手，对着以色列的倒手；马拿西伫伊的倒手。对着以色列的正手，带引到以色列的面前。十四节，以色列伸出正手来，换伫以法莲的头壳。以法莲是第二件，佮拍车用倒手换伫马拿西的头壳。马拿西本是大件，伊就甲约瑟祝福讲：“愿我做阿伯拉罕，甲我爸以撒所侍奉的神。”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仔日的神，救赎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迄个使者祝福予这两个囡仔，愿因归伫我的名下，甲我的祖阿伯拉罕、我的老爸以撒的名下，搁愿因伫世界中生团真济。十七节，约瑟看起伊的老爸将正手放伫伊法莲的头壳，就无欢喜。就摕伊老爸的手，要对伊法莲的头壳，刷到马拿西的头壳。约瑟对伊的老爸讲：“我的老爸啊，唔是安尼，这个本是大件，求你将假手放伫伊的头壳。”伊的老爸唔叹，讲：“我知，我的囝，我知，伊也要成做一族，伊要跨大，总是伊的小弟将来比伊较大。”伊的小弟的后代要成做济济族。二十节，当迄日就甲因祝福讲，以色列要纪念来祝福讲，愿神予你亲像以法莲、马拿西一样。对安尼，立以法莲伫马拿西的大生，以色列佮对约瑟讲，我要死啦，总是神要教恁伫咧，带恁转去恁列祖的地。佮我曾用剑、用刀对阿摩利人的手抢来迄块地，我拢赐予你，予你比众兄弟加得一分。